上就是嘉悦的一个水塘嘛，就是地要开在这个地方，开在这个地方就是给你加热，就泡沫就清洗。这两套管路就是从这个这个水泵里面打出来，属于是带那个清洗剂的。上面这个管路，上面和这个地方这管路，这就是一个净水器皿，这里还有管道，这是一个净水器皿，就是用于你第一遍冲洗之后，第二遍要把它冲洗出来，就是这么。现在这两套加热管就开始加热了，水温再慢慢的再加热，然后就是启动这个水泵。